大家好，欢迎来到玄易陪你读。这里是一个分享实用心理学、倍速学习两大类书籍的频道。我是领读人玄易，一个努力推广把心理学应用在生活的传道者。每次分享，按照自己的习惯，除了讲述书籍本身的内容之外，我也会随时补充自己的心得还有看法。常常很多朋友会问我，学习实用心理学要从什么地方先开始？我会这样子来回答：第一个，你自己本身一定要有一个想要解决的课题，无论那个课题是感情、人际、职场，或者是自己的一些情绪状态等等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可以入手的这个实用心理学的形态是一种怎么样子的形态？心理学改变人有非常多的方式，其中有一些是比较复杂的，需要专业的心理学的操作技巧。那这些技巧不是我们在做入门的时候马上就要去考量的。我们身为普通的入门者，我们最可以去上手的地方叫做语言。而语言其实可以分成两种层面，第一种层面叫做说话，第二种层面叫做文字。说话跟文字有什么样子的不同呢？说话很重要的就是去考验我们的一个临场的反应，而且我们说出的话就没办法再回收回来了，所以说话是很考验立即反应的一种形态。而文字它是属于另外一种，我们可以深思熟虑之后，然后再写下来或者是打字打出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甚至我们文字可以修修改改，可以反复的去斟酌用字结构。所以我会很建议，如果要学心理学，如果要从实用的角度去入门的话，会特别推荐先从文字的这种形态来入手，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多的反复修改、调整架构、深思熟虑，可以让我们呈现的结果更如自己的想法。所以从文字入手来学习心理学这件事情是我很推荐的。今天要谈的这本书，书名叫做《超级文字》，超它用的是钞票的钞，作者呢是林玉堂老师，他在文字的运用方面是一个架构非常清楚，而且方法极为具体的文字运用书籍。这本书的主轴，他要教我们的就是透过文字来达成我们的行销目的。最简单的，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一本教你写行销文案的书籍。关于行销文案这件事，请把它的范围想得大一点，可能是贩卖产品或者是服务，为的是得到利润，也可能是为了推广自己，让人信赖，建立起紧密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去推广某种理念，让更多的人一起来参与。在这本书，作者透过六大主题来教我们形成一篇属于自己的行销文案。在接下来的内容，我会针对自己特别有感觉或者是自己认为很重要的地方来跟大家做分享。第一个大的主题叫做，我们首先必须要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卖点。那在卖点里面有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为自己想要卖出去的东西，无论是商品、服务或者是一些理念等等等等的，去找出所谓的定位。那这个定位的部分呢，其实最广泛的来讲，其实可以分成两个大的部分。第一个大的部分叫做所谓的差异化。那差异化的话，它可能就是功能性的不同，例如说呢，海伦仙杜斯去头皮屑止头皮一痒，或者是 NN 巧克力只溶你口不溶你手，或者呢像是玩风拖延症启动你的积极力，或者呢 Elton 是你的文字力教练等等的，就是从所谓的功能面去找出所谓的一种差异。第二个层面呢，是我们对于产品的感受或者是情感，例如说呢，像是我们都听过好东西要和好朋友一起分享，或者呢钻石很久远，一颗永流传，这些就是从情感层面去出发。所以在写行销文案之前，我们首先先要搞清楚自己要卖出去的那个东西的定位究竟是什么。第二个主轴叫做找到你的目标客户。
文案首先要打动的人究竟是谁？作者在书里提到一个还蛮重要的观点，很多人不会想到这件事情。一个产品或服务可能会有使用者、购买者还有影响者三个角色，那这三个角色是不是同一个人呢？这其实是还蛮值得思考。举个简单例子来说，如果我只是要买一瓶饮料来喝，那使用者、购买者、影响者就都是我自己，三个角色都是同样一个人的时候，这种情况是很单纯的。那如果呢，使用者跟购买的人是同样一个人，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在文案里面需要去强化的，可能就是影响者。例如说啊，像是教人做简报的这样子的一个课程，购买的人跟使用的人可能就是一般的上班族。我们在文案里面可以去强调的一件事，就是影响者的力道。所谓影响者的力道，简报做得好，老板很满意，升官加薪指日可待，就是从所谓的影响者的一个角度去出发，让购买者还有使用者这个同一个角色同一个人能够去买单。如果三个角色都是不同的人的话呢，我们特别需要去着重的就是所谓的购买者。举个例子来讲，像儿童的补习班，使用者是小朋友，购买者是父母，而影响者可能是亲戚朋友。所以在三个角色都是不同的人的时候，我们文案首先需要打动的就是掏钱出来的购买者。在我们找到需要打动的目标客户之后，接下来就是对于这个客户的了解，包含他的性别、年龄等等的，甚至包含了目标客户的兴趣话题，我们从这些层面来了解我们目标客户的一个喜好，行销文案调整成能够马上吸引目标客户让他们感兴趣的内容。接下来第三个大主题叫做下一个好标题。在书里玉堂老师提到了好几个下标的技巧，我自己觉得特别有感觉而且好用的有下面这几个。第一个叫做直接点出当事人的痛点，例如说为什么他卖得比我好，或者在感情的路上想要摆脱工具人的命运吗？这个直接点出痛点，就是把当事人心中的痛直接把它转换成问句。另外一个叫做提出惊讶点，例如说啊，学英文不用背单字，或者呢，你可能有听过存钱正是让你越来越穷的原因。透过这些颠覆常识、颠覆一般人认知的方式来做出很有反差的标题。另外还有一种我觉得很好用的，叫做去创造悬念。所谓的悬念就是会让人产生悬疑，然后会有好奇心的概念或想法。举个例子，天哪，我居然冒着失业的危险来告诉你这些，这些是哪些？我们不会在标题上面明确的写出来，而会在文案里面清楚的讲出来。或者是说，我原本是很讨厌喝汽水的，现在却每天都会喝，因为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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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这些跟刚刚讲的一样，我们不会在标题里明白的说出来，而是在文案的内文正文里面再去特别的去提到它。再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边洗澡边跳舞，为什么不怕滑倒呢？同样的，我们会在文案的内文正文里去满足读者的好奇心。还有一种你一定很常听过的一种方式，举例子，做好简报的三大秘诀。这个方式呢，最直接的就是加上具体的数字，让人有一个具体的概念跟感官，并且对于内文的内容会有信心。在现在读者注意力非常稀缺的、非常不集中的情况之下，标题就已经决定了读者会不会受到吸引继续往下看。所以呢，标题写得好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同时也代表着另外一个相对的方向，就是我们不能够只是依靠标题去做所谓的标题杀人法，然后只是把读者吸引进来。请特别记得，在内容这个层面同样的重要，而标题就是所谓的画龙点睛。书里第四个大的主轴叫做让读者忍不住看下去买起来的情境诱因。在这里面我觉得特别有感而且很容易上手的有这几个。第一个叫做
让读者觉得很痛。什么叫觉得很痛呢？举个例子，英文很破，却想要到国外自助旅游，跟外国人面对面的时候却发抖到不行。这个呢，就是痛上加痛。另外举一个不同的例子，喝饮料的时候，口红沾在茶杯很尴尬。某某口红让你不脱妆，这种方式呢，叫做让你的痛苦变不见，所以让读者感觉到很痛。我们可以有两种方向，第一个就是痛上加痛，第二个就是让痛苦变不见。能够让读者产生情境诱因的，还有另外一种，叫做详细的感官写作。所谓的感官，其实就是视觉、听觉、触觉、味觉，还有嗅觉。通常来说，我们在一篇文案里面用到越多越细致的感官描写，对于读者的吸引力、身临其境的感觉也就越强大。举一些书中的例子，像视觉的部分呢，就是黑色利落剪裁、高贵时尚；另外呢，像听觉的部分，一辆重机在你面前呼啸而过，马达声从左耳冲到右耳；触觉部分呢，像丝绸一般的光滑感受。在味觉的部分，这就是日式和风芝麻的味道啊。在嗅觉来说，像是阿尔卑斯山的清新空气混合着旷野的青草香气。通常来说，我们在一篇文案或者是文章里面运用越多越细致的感官描写，就能够让读者越身临其境地融入到其中，并且产生更大的影响力。除了让读者感觉到痛点，或者是细致的感官描述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叫做描写情绪。人们对于情绪的文字总会不由自主被勾起来，而且会特别的有感受。举个书中的例子，课程中传授的万用框架，真的光是照抄就有感哎。练习替换之后，根本就觉得我可以去应征文字的小编啊。这种感觉就像尾牙已经中了公司的头奖，最后居然又中了老板的加码。上了这一堂课，惊喜连续不断，收获满满呢。我再引用另外一段书里引用史廷威老师的文案，我还蛮喜欢的。没有一段关系重要到让你失去自己。如果只有一个人在努力，关系就会像失衡的跷跷板，一方觉得自己的情绪与观点最重要，但却看不见你的。透过一些描述情绪或者引发读者情绪的文字，让人心有所感，这其实也是很有用的一种方式。接下来第五个大的主题叫做建立读者对我们的信赖。建立起读者对我们的信赖感，其实包含了几种方向。第一个呢，叫做感性的方法。感性的方法其实很常使用的有两种。第一种呢，叫做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举个我自己的例子，我推广实用心理学已经相当长一段时间了。我想要带着大家能够用心理学来解决你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个呢，是十多年前我在陆续接触到一些心理学应用的时候，让我的状态还有眼界完全的不一样，同时也改变了我的人生。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真正的体会领悟到，只要懂得一些些心理学的方法，很可能会去改变一个人一生的命运。所以我想要把心理学的运用这件事情推广到社会上，我想要让每一个有机会接触到心理学的人都能够因此过得更美好，不只是对他自己，更是对他身边的人。以上我所讲的这个方法叫做提出自己原本的初心到底是什么，我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另外还有一种其实非常常见，叫做所谓的心得见证。在书里，玉堂老师提到几个关于心得见证需要留意到的重点，我整理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特别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心得见证它本身一定要是真实的，最好就是能够去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呢，适当的去展现是谁写心得见证的，例如说是台积电的林先生，或者是桃园的王小姐。见证人的资讯越明确，越有公信力。同时呢，一篇见证文章可能会蛮长的，在我们作为行销文案的内容呈现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截取重点出来，让读者方便快速阅读，或者说帮读者去画重点。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前后的对比，使用前是怎么样子的情况，使用之后
是怎么样子的情况？如果见证心得有前后的对比，那对于大家的说服力还有吸引人的程度又会更加的加强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个心得见证可以直接去用一个标题来一个摘要，或者说做总结的话，更可以让读者直接一目了然。这些都是作者在写行销文案时候所累积下来的实战经验，我觉得非常有参考的价值。另外还有就是引用新闻媒体或者是名人专家的言论，人们对于权威单位总是天生的天然的比较有所谓的信赖感。这个在很有名的一本书叫做《影响力》里面也有提到，专业权威也是让人相信信任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或者呢，我们常常在第四台电视购物上面看到购物专家直接在做测试，在做示范，在做教学，所谓的眼见为凭，看得到的总是让人觉得特别的信赖。在建立读者的信赖这件事情上面，我有一个小小的看法。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手边可能没有什么心得见证，所以我们可能引用数据，或者是名人专家的意见，甚至呢，像是电视购物那样子的教学示范、做测试等等的，甚至就是放上自己为什么想要做这件事情的初心、根本原因。到后面我们陆续累积一些使用者、消费者的心得之后，我们再把这些使用见证、心得感想，把它放在文案上面。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人们总是对于其他人的故事特别感兴趣，引用越多的心得见证，文案的说服力也就越强。与其只听老板一个人说，不如听到很多消费者他们怎么说。最后一个主轴，也就是这本书的第六个主轴，叫做让消费者产生行动。书上提到一个很重要的核心概念，产生行动这件事情其实是由两个因素所构成的。第一个叫做给读者一个理由，第二个叫做对读者产生引导。所谓产生理由这件事，其实可以包含了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让读者其实觉得很超值。很超值这件事情其实包含了相对比，例如说呢，原价3600，早鸟价呢只要2500，用早鸟价跟原价来做一个明确的前后对比，或者是呢，就是直接来做换算。哦，现在购买的话，只要6折就可以咯。还有一个就我们很常听到的，其实平均下来一天花不到一杯咖啡的钱，你就可以拥有它了耶。或者还有一个更直截了当的描述，现在购买的话，你可以马上省下5000元哦。除了超值之外，还有一个叫做赠品。在这里，我想要特别补充一下，关于赠品，我们也需要多花一点内容去描述赠品对于消费者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对于读者的吸引力到底是什么，让他们对于这个赠品有心动的感觉。很多时候，赠品不只是赠品，它往往是读者决定购买的临门一脚。另外还有一个我们很常看到叫做限定，无论是现在只剩30个了，要买要快，这种叫做限量，或者是只有这个礼拜才有，这个东西叫做限时，或者我们有时会看到的，只有会员 VIP 才能用特别优惠的价格购买，这件事情就叫做限定身份资格。在文案当中有一点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我觉得在书中作者对于大家的提醒非常好，这件事情叫做对于产品或服务的卖点，我们在最后都要做一个重点的陈述，唤起消费者的记忆。同时在文案里有各种购买的引导方式，让消费者能够进入到销售的页面，或者是让消费者能够很快速地进入到购买的流程里。上面所分享的内容都只是书中的精彩，很小很小的一部分，架构清晰、精彩实用的内容，等你看完了整本书就会知道。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总结这本书，我会说，这本书是让你透过文字实现心愿的秘密武器。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超级文字》这本书。我是寻意，陪伴大家寻找你的幸福如意。我们下次见咯。